三立台湾台最新上档的八点档一家人，首集播出就有4.78的高收视率，演员群开心吃牛肉面庆功。其中一场李芳文饰演的恶婆婆遭泼柳橙汁，让不少网友大呼过瘾，成了最大的亮点话题。这边我要先帮芳文姐就是澄清一下，完全是演戏，她本人真的非常非常好，非常 nice 啊。对，其实要演自己，温柔比较骗人的，真的是。就是他个性就这样大辣辣，然后完全不会像戏里头那么机车啊。对，个性其实非常非常好。谢谢。对，谢谢，帮我反评。但是我也嫁不出去也没关系。那无所谓啊。那个是真的柳橙汁，而且带有颗粒的。小娟第一次泼，不小心试一下泼了一点，他就很紧张。我说没关系，一次一次来，没关系就正式来。就他第二次的时候，他说姐我不敢泼。我说那怎么办？凯哥说来，我来。是凯哥泼的对不对？凯哥泼的。你知道我为什么说吗？因为你人睫毛都掉了，那个力道够吧，对不对？对，我就跟凯哥讲，凯哥，我们是好朋友啊，对，好朋友，来一次就跟你过，你要一次两次，一次好就一次，就一泼完之后回家洗了两次才洗干净。而暌违多年回归八点档的张玉燕，跳脱以往的苦情路线，在戏中赏了李芳文一个巴掌，未来也不排斥挑战更不一样形象的角色。我当然我。我也想演温柔的，对对对，我不排斥啊。我觉得如果说有一个新的尝试，我觉得挺好的。嗯，我们过几集就换。我希望啊，我曾经有跟那个刘制作讲说，我可不可以演温柔的？他在看斜眼看我，我找你演温柔的，那我自己来演就好了。除了张院有不同过去的演出表现，饰演喜欢看鬼片阿妈的佩小兰，更劲爆透露接下来有可能的剧情走向。听说未来我有一段。黄昏之恋，我不知道哎，好像有这样听说。真的？你现在意思是说马大哥会来演，对不对？哎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张震凯，讲述你我兄弟姐妹间都有可能会发生的故事，这样适合合家观赏的一家人，希望在接下来的日子都能陪伴大家度过晚上的愉快时光。完全了，综合报道。